就在安安与罐头遮掩，男人们的偷心生活就这样子维持了半个月，而他们真的如愿一直隐瞒下去吗？而如今于心如就真的什么也没发现吗？真的，今天好不容易约出来，你们怎么都愁眉苦脸的？愁眉苦脸的。哦，我没有愁眉苦脸啊，黄心如，你干嘛愁眉苦脸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操，少来了，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？我跟志安是没吵架了，不过啊。啊，还我了。让你正经一点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他还是一样工作到很晚才回家。拜托，上周最夸张好不好？他竟然还忘记上礼拜是我们交往一周年。他们两个应该也很忙吧？我也很久没看到他们两个了。啊，哎呦，我们来唱点歌嘛，这样才会开心一点。放松一点啊！对啊对啊对啊，这间包厢赚钱的贵。好了，那我先点好了。快点按点就好了。